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策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2集，今天带大家做 Kingdom 系列里头的 Scobblenok 这款玩具，大家期待度比较高。那敲碗呢，希望我先更新的朋友也比较多，那我就利用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一款了啊。首先的话呢，把它最丑的一面呢展露给大家看啊，它的一个后面的蝎子的尾巴里头整个是空的。变形的时候呢，必须把其中一条腿呢给塞到里头去。那塞的时候呢，是塞这一条腿啊，这条腿的话，后面这里是可以有一个动的一个机关的，塞到这里。那另外一条腿的话呢，则是伸展到身体的前方去。所以呢，姑且吧，就当它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所造成的一个空洞。其他的话呢，则是这些手啊，不对，这些触角的这个里头啊，基本上呢也都是空心的。那出拿到的时候呢，这些触角的话呢，有很多的球形关节都是偏松的。那我已经稍微用这个快干加固了一下，所以整个玩具的一个紧实度呢，已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以及这款玩具的话呢，由于背后有一条尾巴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手啊，在没事在摆放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就把手啊往前面摆一点点，增加它的一个往前面的一个延伸的一个重量啊，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往后倒，这可能是它外观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瑕疵。另外它的身高呢是比较矮了一点啊，这是标准的低级的玩具的，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身形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修长的啊。腿部的话呢，比例来讲，我是没有看过 BW 这个角色啊，他腿会不会太短，我是不太清楚了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一些细节。首先呢，他身上的这个玩具的话，做得非常圆润，然后有一些甲壳的这种坑坑洞洞的感觉，基本上是颇有 BW 玩具的那种感觉啊，并不是那种金属或者是电影感，也没有虚幻那种方方块块的感觉，反正一整个 BW 的风格是很强烈的。那头雕的话呢，就是 OK，就有一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嘴巴啊，反正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还过得去。那有一些涂装，紫色的话呢，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色彩吧，然后这个漆面涂的不是很好，大家就也就反正 Deluxe 等级的大货啊，就大家就不要太在意了。然后身上的话呢，可动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啊，看到又有一堆的偷胶，但是这个偷胶我真的觉得是我目前官方的缺点里头，我个人觉得是最能够原谅的啊。这手臂这里也能够做个旋转，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配件的一个安置，我可以在这个大螯里头啊，那拔出来就看得出来了，这是一个飞弹啊，那这个飞弹是有一个消光的红色。那里头的话呢，是有一个六角形的孔洞啊，安插进去，啊，完美的隐藏在里头。另外这边则是一个类似苍蝇造型的一个配件。那先前做一个第三方的玩具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配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道具了啊。那一样的话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这个拳头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配件是很加分的。腰身可以转，但是呢很有限，为什么？它跟后面的造型，我觉得干涉是比较大，我觉得是干涉是比较大，硬要转也不是不行了啊。脚前后踢，外摆内收都是有的。膝盖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可以弯超过90度，脚踝的话也有一定的可动度啊。人形来讲的话呢，如果你不是那么在乎它小腿后方跟尾部内侧的空洞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颇有一定的质感的。如果你是 BW 的迷友的话，应该还会蛮喜欢的。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这个胸口这个地方，两侧呢把它给打开一下，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啊，我是习惯先把这个脚啊，不能说下半身呢，把它给拉出来啊，往外是稍微扯一下，再把它拉出来。它这里是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小倒钩啊，要扣进去里头的。我们这个时候稍微前后错位一下，把它给弄出来。再来的话，说明书会告诉你的，把这个头呢往下按一点点，这个地方就稍微往下。这里往回再盖一些，反正你这个地方空洞就是要留出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螯啊，就这个手啊，直接往上提就可以了。那记得是往上提啊，紫色部件是要在内侧啊，紫色部件在内侧的话呢，才能确保手部啊是在外侧，手部的关节是往外转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前半部就差不多这样。再来，我们就把这个部件给往下面翻下来。脚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做一个翻折。所有的这个一。这里是一个球冠，这两个腿共用一个球冠，末跟这个腿一个球冠，所以它一共有三个球冠。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转出来哇！我这个
都已经用这个快干啊什么的是稍微加固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腿的话晃的不会那么厉害，这样全部翻下来，再来把背后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一些，把里头的或者蝎子的这个头啊给翻出来，这样翻出来，然后往下盖，直接往下盖就可以了。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脚啊，我刚刚有提过了，我们是要把这个脚啊，这个脚比较不同，转到后方去，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往下放一点点，然后呢直接的往上面，脚啊就往上面把这个刺针啊给戳进这个洞里头去，往上放。 OK， 如果你这样子看，你就会发现呢他是一个练蝎子功的人，真的是练所谓的蝎子功啊。这里这个脚的话是往上抬，然后呢外摆内收，转那个位置，或者是这样转上去，外摆内收，把它这个脚呢给翻进来。这个地方这里的话啊，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里，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扣得稳啊，因为这个还是同样的问题，擦槽还是太浅了一点点。再来就是把这个脚给放进去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你想象一下这个人在干嘛，头手脚 OK， 非常奔放的一个动作啊，非常非常非常奔放。再来这个总而言之的这个腿就尽量的往内压进去，然后呢它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没有，这里没有卡扣啊，基本上是扣不住的啊。你看这里啊，看上去我以为是会有一个卡扣，结果没有，它就是一个斜肩而已，完全没有任何的卡扣。那这个变形的话呢已经算完成了。看上去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很蠢啊，其实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的话你稍微把这个脚给调整一下，你姑且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这个镂空啊完全可以视作是这个变形成车子的角色的一个底盘，你把它放到桌上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不会暴露出来的啦啊。所以呢在这个蝎子的形态下呢，我必须要说它非常非常的结实。OK， 尤其是我已经强化过它的一个几根这个小型的红角之后，这个造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看的了啊。那就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得的，然后身上这些触感摸起来感觉都是蛮圆滑的，涂装也还算过得去，然后脚啊这一些红色的脚上面、啊、都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展示的。比较可惜的是它的一个尾部的可动只有这里啊，这边是完全卡死的，因为它这个脚塞进去之后已经没有任何的可动可言了，然后这个脚的一个脚后跟吧从这凸出来，这里的话有一个球形关节，反正呢这个蝎子的一个尾部可动很差，前方的话呢这个螯的话跟可动啊跟人形状况下是完全一样的，可以打开，可以往前伸，也可以完全打开啊，所有的配件还是保留在里头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总而言之的话呢，我初拿到的时候呢对它人形的松垮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的，还有呢一下子不能接受它的脚后跟的一些空洞，但实际变形把完之后啊，被它一个蝎子形态的话呢，我可以说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赖，还是蛮喜欢的啊。相较于上一款的这个 Atrax 的话呢，这一款 Scope Neck 的话可以说是优秀的非常的多了。那就利用这一集的时间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型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